这好像很好吃，这个真的很好吃。嘿嘿嘿，画面之旅。嘿嘿嘿嘿，画面之旅。嘿嘿嘿嘿嘿，画面之旅。嘿嘿嘿嘿嘿，画面之旅。欢迎来到《告人黑画面之旅》第二季之睡衣派对，今天的主题是。过去的你都在干嘛？是这样吗？还不是哦，对不起。过去的晚上，你都在干嘛？哦，这个主题，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主题怎么样？可以是很温暖、很感人的。为什么？就是在告人之前的我们在干嘛？是啊，不是吗？我在更荒谬，好不好？是很荒谬吗？很荒谬啊！之前都在干嘛？晚上是吃宵夜啊，吃宵夜啊，哦，没有啊，打电动。什么八点之后过不能吃？没有啊，没有啊，凌晨两点继续吃，继续吃啊，肚子饿就起来吃一下。对，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哦，它可以牵涉出很多就是心理层面的事情，包括我们到底是怎么写歌的，你不觉得吗？那是我觉得那是你啦，是吗？对啊，而且重点是我们今天就是台呼唱完之后，我们没有唱任何一首歌。我觉得我们会不会？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在要开播前30秒还不知道要唱什么。因为今天心情其实很烦躁。为什么？我觉得呢，应该是我们最近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突然。一口气，突然一口气的呢，朝着我们脸上呢，怎么样？打了好几拳，但是打的那种感觉呢，是就是我们接得住的，因为毕竟呢，非常久，没有这么忙的感觉。哦，你讲话好慢哦。不是因为我还在想，我在想说你到底要讲什么？因为我一脑袋一直在想，我们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或者我们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嗯。然后我想要慢慢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对。因为我相信在跟黑画面的人都知道，现在是第二季的第三集了。对对对，第三集。我们总共这一次会有11集。哦，好多哦。你知道为什么吗？一路。直播到金曲奖前，所以就是每直播一集，我们离金曲奖就越来越近。哦，对耶，是一个倒数的概念。嗯，当然，这并不是我们这并不是一个终点，当然了，但这会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小目标，没错，对吧？所以呢，跟着大家一起倒数每一个礼拜，我们每一次的心情都会再紧张一些些。哦，真的吗？你没有吗？我是没有。而且一次，我觉得一次过一个礼拜，就生命就少一个礼拜，而且很快。对，哦，你们不觉得我们很快又见面了吗？我是跟他们说，对，我们每天都在见面，我每天都在见面，我每天都在见面，好不好？我刚刚对，所以就是
我就觉得每次在直播的时候呢，嗯，我们每次的主题都是一个我们过去我们过去在干嘛，或者是我们之前到底做过什么事的一个方向。没错，只是现在每倒数一集就往未来前进一步的感觉，嗯，那种感觉是很冲突的，很矛盾的，就像以前在考大学的时候。哦，我这倒是倒数大考的时间。哎，可是说实在，我以前就是考大学的时候，对，就是你是不是都在玩？就对，好，没有，因为就是刚刚高中就很认真在 K 书，你知道吗？你真的有认真在 K 书吗？我跟你说有，真的，大概考试前三个月。哇塞，这个是让肾上腺素完美狂飙的一个办法。哎，真的，对对。你会把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学考了三次没事没事好不好，我大学也没读完啊我根本没有练呢、啊、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我们 每次的都会很珍惜可以跟大家相处的这一个小时，对，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嗯、然后但不免俗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唱个歌啊、嗯、对对，毕竟我们是乐团，对啊，还是要唱歌啊，不是相声演员我看到很多人都觉得说就是会来跟我们讲说、嗯、会不会以后我们在台上就特别开了一个小时就讲话讲话，对，我觉得我们会突破、嗯乐团的就是一些对、就是、偶尔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音乐表演，像吹直笛哦，偶尔会有一些音乐表演吗？就是可能看心情是吗？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应该要吹个直笛这样，哦、吹个玛丽有只小绵羊有没有？而且还是那种歪的、哦、歪的。我们是不是之前有啊？上一季吹直笛大赛，我觉得今年可以再办第二届。不是，我们还吹直笛比赛，我们还夸下海口说要办一个告人的音乐比赛，结果呢？什么鬼？什么鬼都没想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开始太忙了。对对，我觉得你必须在开始之前应该先唱一首歌给大家听。我们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听，什么歌？很久没唱的歌，来说。当。说什么歌？你知道吗？我想说某些前奏，因为记得谦哥对不对、不会，我觉得谦哥一定知道是独角兽。你知道吗？为什么？哎，为什么你会知道？啊？是吗？他老有他到时候我就是没有，那是因为哦，不是对，因为我会记前，对我都我记得前奏是他鼓哦，咚咚咚咚咚咚咚，对对对，咚咚咚咚咚。OK，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唱歌。谢谢。
就是大家说，有些人说这首《独角兽》是他们的入坑曲。入坑曲吗？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那张《迷雾之子》的 EP 嘛。对。对。然后大家还问说：“哎，云安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有，他一直都在吃。我吃没有停过，他那张嘴一直都在吃，不用担心，他不会饿死。相信我吃的非常健康，就是 DJI 的食物嘛。就是烫青菜嘛，就是水煮鸡胸肉嘛，讲的我要哭了。你知道我最近，你知道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它可以让你一直吃，因为你夏天就会一直动，然后就是会流汗，所以你就会一直觉得我好像还没饱哎、欸。你们不觉得现在有点饿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有，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有，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你在说服你自己，我真的没有啊！你在说服你自己不饿，你看他超怪，他自己饿就算，他自己想吃就算。他一直问别人要不要吃东西耶，对。然后谦哥在那边好好的滑他的手机，他就会觉得饿了。然后他就会问谦哥说：“哎、欸，谦哥你是不是肚子是不是又开始饿了？对，你是想吃东西？对。我天哪，根本没有人想理他，好不好？我跟你讲，都饿了。没有。对，因为钱清老师最近瘦了，然后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干嘛？喝咖啡。还有站上体重计，对，只要肚子我就站上体，看一下我的体脂肪跟我的肌肉量是不是有达那个标准。别再说服自己了，健康点，动起来，我们要运动。没有，我是有在，我有动，你真的有动吗？我真的有动。你是说手吗？没有，我跟你说我很。卷进老师最近迷上一款手游，迷到有时候讲话都没有在理别人，然后这时候看着他，我就会觉得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就在思考啊！我差点要飙，我差点飙脏话。呼吸就是动，对，呼吸就是动。呼吸啊，呼吸也会瘦啊。我们来切入一下今天的主题。好，过去的晚上我们大家都在干什么？对，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想要问大家说，哎、欸，你们现在啊，对，不管你们是高中生、大学生，还是已经社会人士，就是当你们到过了十点之后，因为你知道十点之后的那个夜晚会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很多夜生活真的就要出现了。对， no, 可能是特别缤纷，就是可能就大学跑夜店啊，所以开始排队了。我觉得只要是任何不要太过伤害身体的事情，那都是好事。我觉得就是这样体验啊，然后可能社会人士让自己眼界开阔一点。对，然后可能社会人士这个时候，他们就可能在加班，加班完可能加班可能到十一点或十每一点十二点，他们会去可能在路边摊。或者是路边摊吃快炒，或藕莲子。藕莲那天冬天的时候吧，现在吃会热死。对，现在吃超热。对，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这边宜兰在地有一个很好吃的瓜子鸡面，你知道嗎？我知道啊，以前我们只要录完音啊，对，就是大概已经十二点了吧，十二点要一点了，但是它都还有开，所以我们就会去吃，喝一碗汤。其实没有啦，还要吃很多东西，还要吃面，还要吃一些小菜啊，这样子。我们讲的很简单，我们喝一碗汤没有，其实我们还要点了还要吃馄饨面。我跟你讲，对，馄饨面啊，干面啊，汉堡啊之类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传统吃完啊，吃一点就是比较近代的、啊。我觉得我们以前真的没有节制哎、欸。毫无节操啊！而且还有很多那种说吃就吃、欸，说吃就吃，还有那种很多备案，就比如说瓜仔鸡面没开，哦，斜对面有个有卖小笼包跟苦瓜汤的，再没开，前面还有个永和豆浆，再没开，再往前，对，这条路全部有哪一条路都是吃的，青州小菜，对，一定要吃、欸，一定要吃到。我跟你说，没有吃他们会死。对。那个时候你也是，你吃得很开心，在那边讲。我跟你说，没有吃，大家都睡不着。对，真的。就是今天一整天都没不是圆满。我记得有一次全新老师半夜打给我，他说他睡不着。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血糖不够高。对。哎、欸，我跟你说，我前阵子好了，我这晚上我因为我你知道女生都会每个月都会有生理期，是来潮时必定的事。对对对，然后生理期它其实就是你的情绪会有点不太稳，你知道吗？因为就是荷尔蒙的关系，它就是会作祟这样。没错。然后加上就是
你就是肚子很不舒服这样子。对，然后可是你其实你知道我这一阵我上个月我就是好想吃甜的，是，然后我加上我那个情绪一来你知道吗，哇，我为了一块铜锣烧开始哭。哎，他真的哭，我这认真哭，我看着他哭，我认真哭，我想说你怎么了？对，他说你怎么？我说没有，我很想吃，我真的很想吃铜锣烧，是不是？是，可是我真的好想吃铜锣烧。可是我就说你想吃铜锣烧可以啊，你不要哭啊，你干嘛哭？因为我就觉得，哎、欸，我身体不允许吃铜锣烧，因为穿衣服要好看，没错。对，然后因为前阵子真的太胖了，对，就是不健康这样。對，然后想说要戒一点，叫戒甜食了，要多喝水，因为其实我之前。之前就是我们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不太常喝水，认真，我都是演出的时候其实我才有喝水。对，我其实都很爱喝手摇饮，所以我后来就认真，我就开始有喝水的习惯嘛。对，所以那一阵子就是就那几天，我就觉得天哪，我真的好想吃铜锣烧，然后我就觉得我你知道我哭完 我吃完我马上我心情就好了，因为我就好了，你知道吗？我带他去那个附近的便利商店，然后买了一块铜锣烧，然后我看着他吃。然后我站在那些食物前面，我说：“我也吃一点好了。”然后，所以他也跟着买了。我也吃了一块蜂蜜蛋糕。对，然后重点是我吃，你知道我吃咬下去的时候，我咬到那个红豆馅，哇，那个面饼皮真的好香，有那个蜂蜜的味道，人生的美满。对，然后那个豆沙席卷而来，那个甜感，哇，像极了爱情。哇，像极了爱情。我等一下去买，我等一下去买。所以其实不管。现在的你，过去的你在干什么？来，现在打开外卖 app， 打开外卖的 app， 冰箱，对，打开冰箱，对，然后想想家里附近有什么吃的，去买。你们一定也饿了，好好善待自己，好好善待自己，没错，对。告人希望我们的哈瓜他们都可以吃饱睡，但要健康。对，要健康，没错。你就是在传达给大家。对，今天其实我们今天是来告诉大家吃的美好。对，没错，你知道我有一次，应该说我在运动前期，因为我那一阵子体脂真的太高了，对，然后我就要减肥嘛，对，就觉得哎、欸，那我要运动，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我就要戒那个碳水，所以要吃一些蛋白质，然后加运动嘛，就是跟我健身教练就是讨论了一下。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报名了那个健身课，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在健身课上面都有获得极大的帮助，对，非常的棒。比如说隔天起来早上去厕所的时候，马桶蹲不下去啦。对，例如脚太酸了，例如想要起床的时候发现全身不能动，人家还以为你鬼压床，没错，或者我以为就是。我可能快中风了，但是其实不是，是肌肉过度的酸痛。对，但是这个专业还是交给专业的教练引导我们到正确的地方，然后我们在正常的时间内，也不算短时间，半年没有短时间，半年真的不算短，其实就是慢慢瘦，因为其实搭配饮食，其实真的是，其实健康的瘦可以非常的快。对，没错，因为你是你的身体都是吸收，就是你看到生前长什么样子，没错，你懂吗？一定要记得不要突然暴瘦下来。对，对，身体是一个非常负荷的事情。对，你以前就是突然有一阵子突然暴瘦下来，我想说你是怎么了？对，因为就是我那阵是你暴瘦下来，他脸的凹进，然后眼睛有点黑，我还以为他中邪，你知道吗？你才中邪。然后没有，然后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对，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哦，欢迎大家现在分享给我们什么体验，我们会就没有哦，有你在问他们体验，对啊，晚上大家都在干嘛，我们可以挑几则留言出来看一下，其实我们是会看留言的，我们一直都在看呢，我们正在看，你看他说中邪，哈哈哈哈，你才中邪，笑死。所以你们以前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都在干嘛？对啊，我刚刚看到有人说他们在兜风，在兜风哦。对啊，那真是不错哎。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人会去兜风哦？那是你不喜欢坐摩托车，那个不是我们爸爸妈妈的年代吗？不会啊，我觉得就是半夜骑着摩托车。然后出去溜溜达，凉凉的。我觉得大学生活之中，这个应该算是蛮重要的一个环。哎、欸，你知道我大学生我都在做作业。
我知道，坐在车机前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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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学生活都在练吉他跟钢琴。哎、欸，说实在的，我大学怎么样？没有骑过摩托车，所以我刚刚呢，所以我刚刚讲那一段，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嗨什么。对，哎、欸，你还没有考？那时候沒有考不是不是不是，他妈妈说，因为我不准骑，他老师说他不准我骑 摩托车，就算我自己打工，他也不准我去买。对，然后因为其实他的学校，我的学校在山区，在山区其实很危险，因为他那边车非常的多、哦。对对对，在山区，在山区，对对对，山区，对对对。然后就是、啊、那你有考到吗？我那时候也有驾照，对对、哦，然后就是学校很多崎岖的弯路，对，所以我们就不能就是骑摩托车，嗯，然后我就看着我的同学，你妈就是一定要你搭公车啊，对，然后骑摩托车出去，你知道那种感觉多嗨吗？就是你有一种行动自由的感觉，然后我就是看着他们骑，然后呢，就是可能他们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还有人在抽钥匙啊。哎、欸，抽钥匙真的很久嘞、欸，但我也没多大，不是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又没有人在抽钥匙，应该说我根本没有任何社交。我知道，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欸，有人说他们在那个哎、欸，他们在干嘛？就是、喝啤酒吃泡面，喝啤酒吃泡面。天哪，你怎么可以做这么爽的事情？好奢侈哦！侈天哪，幸福哎、欸、哎、欸，你知道那个反式脂肪很多吗？就是啊，他爱吃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在管。Hello， 人家没关系。好不好？不要这样。因为我们也不喝酒，好不好？现在也会抽吗？有人说他们现在也会抽钥匙、欸，哎，真的假的？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参与过、欸。不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复古的感觉，嗯、你懂吗？就是算是一种潮流，潮流可能就是一个循环，你知道吗？嗯哼。然后就是这样。哇，有人在吃火锅哎、欸。对啊。哇，这个钠含量明天会水肿哦。我现在三个人就是一群。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状态，我现在只能喝水。对啊，我们就只有水啊，喝水啦，大家都喝水哈，肚子饿了就喝水，水很健康了。妈都这样跟我说，肚子饿了就喝水啊，要不然去睡觉，喝水就不会饿，去睡觉啦。说的好像水有热量哎、欸，对。我觉得每次我们聊喝水真的很重要。我们聊一聊的时候，我都忘记要去读他们的留言，我看一下。哇，啤酒配哈密瓜的那个概念。蛮爽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叫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吗？对。然后从此以后，大家都觉得我们三个人超爱吃哈密瓜，连我父母不是觉得哎、欸，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吃哈密瓜？哈密瓜是好吃的，它又是很好吃。但当你365天不是都在吃哈密瓜的时候，当我都快变成哈密瓜了。当你到了各个地方，然后当你的就是各个地方的演出单位，嗯，殷殷切切的期盼你们到来。然后他们盛情款待，然后你也很开心。对，可是就是你已经吃了第100颗哈密瓜的时候，你看到那101颗哈密瓜，你会不会觉得，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不要再喂我们吃了。而且你没有，而且你把它吃完之后，他就会再送一盘上来。对。那是一种感动，对，然后又有一点，来人喂公子吃瓜，就是谢谢你，但是没关系，你们吃就好，真的。对，你知道我只要我现在连闻到那个哈密瓜软糖，你知道吗？但我觉得我们很幸福，我们是幸福的，真的。我们谢谢每位，我们就是因为受到大家的爱戴，对对，然后才得到了这些瓜，对。但是我觉得凡事呢。都有一个标准，第101颗真的不行。还有那个法拉西多斯，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已经在专辑说，法兰西多斯一次只能吃一个，不能多吃。对，这就是重点。我们已经说一次只能吃，因为它很甜，可是它因为它吃起来很爽，但一次只能吃一个，然后不然会超腻。然后演出单位送10盘来，送10个的法兰西多斯的概念哈。我觉得他真的是要我们肥死哎、欸！他就是为我们好啊！对对对，就是要、啊、吃瓜吃完吃法兰西多士啊，这样子。对，好，但是我们还是很谢谢他们。
肯定谢谢啊！你看，你到一个场馆，你就看到地上全部都是一滩的哈密瓜。哈密瓜。天哪！然后我要进去前会先看到哈密瓜皮在，对对对，他们已经削好了，他们已经削好了，他们也削好了，对对对，很感谢。知道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我们演出完，因为我们演出完也是十点之后的事情。对，我们十点之后，当我们签完最后一个拿着专辑的哈瓜，我们签完，我们走回场馆，第一件事情。就是谢谢大家，谢谢这个场馆。对，然后回到休息室收拾东西，然后通常我们会突然在那个休息室的沙发上软掉，就瘫在那边呢。对对，像泄了气的皮球。对，但是那个泄了气的感觉不是沮丧，不是哦，不是，是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圆满的结束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啊。你就是大家很安全的平安的回家，然后就好，那我们就坐在这边，然后就躺着这样。对，回想刚刚的，回想刚刚那些尖叫声。对，唱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是吗？你们是不是有忘词？没有啊，没有啊。哈瓜唱得很好啊。就是当你知道，你看我们把那个麦克风递出去给大家唱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开始要忘词了。我觉得你们不会知道我们现在到底有多想跟着你们一起演出，然后。把麦克风递给你们唱的那种感觉，对啊，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因为其实我们唱歌的时候，其实都还是会看着大家，对，就看哎、欸、你们在干嘛、啊，滑手机滑手机啊，我有抓到哦，我知道你在滑手机哦。有一次我记得是去学校的演出吧，校园的那种演出、嗯哼，然后就是舞台很近嘛，嗯，然后我记得我们是不是有讲过，就是第一排的，嗯。他在传讯息给他的朋友，我都看得到啊。对，说高人来了，你快来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是在前面，我知道你在台上就直接说，哎、欸欸，你要跟他讲，赶、欸、快来，你要跟他讲，我们要唱完了。对，我都觉得你们超变态，看人家手机信息传什么？他手机的字太大了，他大到我都看得到。说你快来这样子，要唱披星戴月的，你快来。然后我记得我们就直接在台上讲，就说对啊，对啊，我记得。我就觉得他好害，就是我觉得他应该觉得我们到底在发什么疯，你知道吗？对。然后这几天就是有歌迷会私讯我们、嗯、然后呢跟我们说他在黑画面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听黑画面之旅、嗯、然后有一个歌迷就留言给我们说他在海边一躺在沙滩上，哦，真的吗？哇，听着我们黑画面之旅，这样皮肤不会黏黏的，很浪漫，可以不要破坏一下。没有，我就住海边啊，我知道，对，可能那边特别干燥啊。屁啦，海边怎么干燥？对，一大片海，不干燥啊！是是，然后不是，然后他就说他躺在那个海滩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配着我们的黑画面。嗯哼，我觉得这种感觉就真的很好，因为此时他的眼睛，因为我们的黑画面没有画面嘛。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休息一下眼睛，就是用耳朵听音乐，然后听我们聊天。对，对，因为我们的这样我们的距离非常近啊，就只隔一只手机的距离。非常非常近，嗯，然后其实就是你看每个人的十点到十二点，它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氛围，我觉得，对，你有可能其实已经躺在床上准备要睡觉，为了明天做准备，嗯，也有可能正在打扮，有啊，他们说你看他刚洗完澡，对，然后你看他也躺在床上，对吧？对，你看，这时候就是这可能是一个很舒服的时刻，嗯，其实我们现在也很舒服。谦哥洗完澡了，洗完澡了，我还没，我也还没。你好脏哦！你才脏，不是你们两个都还没呢。对，说你们很脏，最脏了。然后觉得就是我们在我们十点到十二点这个机会，你们有一半是属于我们的。哦，蛮好的，对吧？我们要占据你们的时间，把你的时间。给我！有人说他们在做作业，做作业哦、喔。欸，你听着，我们做得下去哦、喔。不是，因为我在想，你们做作业是算数的作业，还是就是那种、欸、可能打报告啊，想一些文案，就是你知道报告想一些东西，就是一些那个叫什么简报？简报是 PPT。对，因为我想说，欸，如果你们做作业啊，如果你们是算数的话，你们这样数学算得下去哦、喔？真的，我可能一加一都会变成三呢、欸。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讲话就是特别。奇特，嗯哼，嗯，不敢说好笑，奇特，嗯，
我觉得他们每次都要在挑这个时候写一些研究所的报告。有啊，你看做数学题啊，我都觉得哇、啊，我都觉得你们好厉害哦，超厉害的，不会写错吗？不会把我们的话写进去吗？像是什么？什么？我跟你讲啊，对，要不要写论文？把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晚上都在干嘛？吃面啊，又写进去好不好？啊，瓜子鸡面，哎、欸，很久没吃了耶。论文报告是黑花蜜之旅，直接写下去，直接写起来。我觉得我们金曲奖结束之后怎么样？我们去吃瓜子鸡面，好不好？你是说有中还是没中？不管有中没中。那我们一定要在就是一点前的，可是有 after party 耶。我不是说那一天哦， oh, 对，你说金曲奖过后的其中一天哦、oh, ，OK， 因为我想参加 after party， 我不想吃瓜子鸡面。我们都要参加呀，那个荣辱共存啊，不是吗？那个，欸、你知道我真的，因为上次那个反正之前有一个奖。什么？不是，那个比赛，我忘记了。比赛，反正就有一些校园会请我们去当评审。对。然后其实他们比完之后，他们就是会想要吃东西，或者会请厂商就哎、欸、要就谢谢就是评审老师这样子。对。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会也要吃东西嘛。对。对不对？其实我都在想，哎、欸，我们结束之后，今天厂商会给我们吃什么？哦、oh, ，撇除厂商给吃的哈密瓜之外，还有哎，你知道有些厂商给的便当非常好吃哎、欸。我觉得目前，我们碰到的就是主办单位都非常好，给我们吃的都是，因为他们好像知道我们很爱吃，所以他们给的那个便当都很不错、啊，都很厉害，对。那种，而且有些厂商还会观察。看到我们最近在健身，对，他帮我们订那个健身餐、水煮餐的便当、欸，哎，好贴心哦，非常贴心，而且重点是它非常的好吃，对对，我就觉得真是谢谢大家陪着我们一起健身啊，因为他不是只有订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其他的人都跟着我们吃那个健身餐，很对不起，好不好？对不起，但健康了，是健康了，是健康了，但是它是好吃的，认真是好吃的，因为可能就是我怕有些朋友，或许有些工作伙伴是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吃烧腊。但来的是酥肥鸡胸肉的时候，我觉得通常会生气啦。你会，你知道会蛮扫兴的。我今天工作这么辛苦，你给我吃这酥肥鸡胸肉？酥肥鸡胸肉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好了，我们很久没唱歌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越来越会。我很怕哪一天我们在台上演出，在自己的专场演唱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一聊个10-20分钟，天哪，不行啊，我就会被骂。然后而且我们还无视导演的那个要唱歌了，唱歌了，要唱歌了，戴耳机一直跟你讲快唱歌。对啊、哦，天哪，不行啦，他们来听歌嘞。接下来这首歌很久没唱了。我这首歌我知道。在沙发不离开，像是熟悉的公路，总是蜿蜒弥漫着大雾，吞没你我之外。远方巍峨的山脉，横断天空的自在。高山往下窥看，压力翻腾，搅动着人海，覆盖你我之外。雾随之而来，随心泛滥。哦，你在我身旁。不在眼前，哦，呼啸而过的车声，
和倒数的绿灯，全都是你转身的吻。为你慢慢走过来，躺在沙发不离开，像是熟悉的公路，总是蜿蜒弥漫着大雾，风光你我之外。雾随之而来，随心泛滥。我怎么会偷笑吗？有多久没有唱这个？不是，是就底下有人说，那是洋芋片的声音吗？应该是洋芋片的声音哦、喔。啊，那居然被发现！你们现在很厉害，就是他们听觉都知道。我觉得他要把谦哥的那个规则找出来，有规律找出来。他们说五十块，我跟你说，今天五十块的人不是我，是潘宇安。什么？哦，对，今天五十块是我。是他，我跟你讲，我直接丢一千。再找给我了，你说直接扣了，对，没错，直接扣、哦。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呢，刚在我脑海中呢，怎么样？我几乎是自动导航哦，嗯，被导错路嘞。哦，真的吗？你在，因为我刚刚唱嘛，然后我就要我就算，就是因为我就习惯打个节拍，你在算钱吗？没有打节拍，对，打节拍不是。谦哥还算那个五十块，不是，到底是我唱哪一拍，总听到那个啪啪啪声音。你知道吗？洋芋片啊？不是，是你的脚。哦，对。然后要打赤脚，然后在那个瓷砖上面，所以就会有那个啪啪啪声音。我想说，你说这个？对，我想说是什么声音？然后就有点就有点飞到，你知道吗？来，让我吃个腰果压压惊，好吃耶！不错啊。哇，就是大家现在也在吃东西吗？你们在吃东西吗？就是一边吃东西，然后一边听这个。对，会这样吗？又吃东西了。我觉得呢，你知道，唱歌其实是一件很消耗热量的事情，这是认真的哦。是啦，是真的。我真的每次你知道吗？演出结束，对，我肚子就开始饿了。真的，真的。但我就会喝水，我现在就喝水。嗯，其实这是认真的，唱 KTV 是非常消耗热量的一件事情。对，嗯，我记得就在就是科学统计上面，嗯哼，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消掉一两千大卡了，你知道吗？
我们只有唱了两首跟一首一千啊，跟就是乱来一些一首一千话，一千卡，一首一千卡啊，对。哇，你看大家也想吃东西了，对，哇，哎，赶快，哎，真的有，哎，你看有人说他们去 KTV 就是一直在吃，我跟你说，我本人也是，对啊，去 KTV 要干嘛？点牛肉面来吃啊，对，就是，其实他们还有水饺，对，水饺，哎 ，KTV 的水饺有些真的蛮好吃，我觉得蛮好吃的，对，还有什么呢？有些 KTV 会做烧腊，哦，会烧腊拼盘，我吃过有烧腊的 KTV， 其实不错，对，嗯。真的牛肉，因为我很爱吃牛肉面，你知道吗？他的卷庆老师的鞋里面都是牛肉面汤，我非常非常爱吃牛肉面，我可以一整个礼拜吃牛肉面。我知道，三餐很恐怖，对，三餐很恐怖，很猛的。他有一次在执着宜兰的宜兰一家牛肉面，嗯哼，他执着了一个月，对，一直吃，但就是我会吃到一个点，你懂吗？就是一个月、就是、以一个月为单位，哎、欸，我就差不多了，我就可能过了半年之后才会吃这样。是，哦，卤味，他们在有人在吃卤味，哦，好棒哦，卤味也很棒哎。我们想想现在有什么拼晚上就是很多炸鸡排啊，炸鸡皮啊，咸酥鸡啊，咸酥鸡，而且一定要加九层塔。哦，然后还有什么呢？葱爆牛肉，快炒类的。哦，快炒类不错，葱爆牛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演出结束完后。我们去吃快炒。哎、欸，你知道没有？我有一阵子，我演出结束，我都要吃那个我们十三香小龙虾，小龙虾，你知道吗？他们很夸，就是我们就是叫两盘去快炒店，然后因为云安他不喜欢剥那个小龙虾，他觉得就是很难剥这样子。对，我吃的好开心哦。没有，因为是都不是你剥，其实是因为剥完之后，然后那个肉只有一点点，一点点。可是我就觉得那是一个乐趣。然后我就会再叫一盘炒白虾，对，我就会再叫一盘炒白虾。他喜欢吃那种肉比较多的。对，然后还有什么一定要点？葱爆大肠啊，姜丝大肠，姜丝大肠啊，哦，好棒哦！哦，这样讲一讲，天哪，不得了哎！你们应该也饿了吧？来，快去吃东西。对你看，大家脑子都有画面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跟总结呢，其实就是10点到12点这之间，其实我们都在吃东西，是吗？过去的我们，天哪！有人说干锅肥肠，哎，哦，天哪，天哪，超好吃！哎，哎，干锅肥肠要配回锅肉一起，他懂吃，哎，他懂吃，你懂，可以。大肠真的很棒，我觉得，哎，嗯 ，My God， 嗯，啊，讲一讲肚子又饿了，这不是重点好不好？对，你知道，其实以前我高中的时候啊，是，我通常10点这个时间我都是在睡觉。对，哦，我高中的时候10点是就寝时间，嗯，而且是非常想睡觉。对对对，我是真的会睡着的那种。谦哥呢？然后我早上5点半就起 起来。我好像在也是在打鼓吧。我是国中跟国小的时候是9点就要睡觉。是自己想睡吗？你9点吗？自己就想睡吗？对对对，就会想睡，就会想睡。我真的觉得以前就是脑袋很清楚，都是因为睡觉的关系。因为我们晚上10点睡，早上6点就会起床。嗯，小不点吗？是小不点，对，小不点。哎、欸，这样子就9小时啦。对，是一天睡9小时，真的是头好壮壮，真的是。对，现在有时候，因为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已经很早睡了，嗯哼。但有时候还是没办法，要继续录音，可能回到家，因为没有你会发现、就是、都一两点了。你越来越长大之后，你在做一些事情，你没有做完，你真的会睡不着，因为你脑袋一直在转那些事情，对，你知道吗？就是一直在转，你就没有办法睡觉。对，我觉得蛮那个的。没错，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放空自己之前，嗯哼，吃东西其实很有帮助，血糖会上升。是没错，又牵回来，但就是会造成，为什么吗？会造成肥胖。因为他刚刚那样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他哭着去买铜锅烧，我很像在带一个就是幼稚园的，你知道，谦哥他幼稚园，然后就说妈妈，我今天没吃晚餐，我很饿，然后就这样去吃买铜锅烧。你知道讲到幼稚园怎么了？我妹啊，我又爆妹料，他应该没在听，没关系，他应该睡觉了。他就是要爆他料嘛，爆他料，我爆我妹料，爆他料，对，好，爆他料，就是我妹，因为我读幼稚园的时候，对，你知道我妹就是她就是肉肉的，然后她小时候其实有一阵子非常非常胖，是，
的原因是他觉得幼稚园的午餐非常的好吃，哎、欸，这算是难得、欸。而且他说他的白饭煮的非常厉害。他从幼稚园就知道这件事情吗？而且重点是我长大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欸，你为什么以前就是你到底为什么会那么胖？”不是，妹妹很厉害耶、欸。对，然后重点是他说没有，我跟你说，我为什么会那么胖，是因为幼稚园的白饭他真的煮的非常的好吃，我只要配一点肉燥，我可以马上把那个白饭全部吃光、欸。哎，连老师都觉得很厉害，他一转头，我饭就没了。不是，妹妹在幼稚园的时候，他就知道白饭怎么煮才叫好吃。我觉得很厉害，对，而且不是好吃是比较出来的，对，而且他配那个，他是拿什么去比较？他怎么那么厉害？可能就是我奶奶煮的饭。好，OK， 没有事，那是什么？阿嬷的爱，对，奶奶的爱，对，没错，对。希望我妹没有在看，妹妹我爱你哦，我要买，我要买新裤子给你，不要。姐姐爱你。天哪！但是我还是觉得她很厉害，是不是？幼稚园的，她居然会知道那个幼稚园的饭好吃，我现在都不记得幼稚园那吃了些什么东西。我也是啊。对啊，我没有印象了，完全没有印象。我只知道幼稚园都给我们喝很甜的那种饮料，对，很甜的绿豆汤，很甜的，很甜的珍珠奶茶，对，很甜的各种。你知道吗？幼稚园的点心喝珍珠奶茶，哎，现在想想这就很荒谬。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跟现在吃的东西其实差蛮多的。当我们到大学之后有自主权，嗯哼，吃的东西就换一个。对，因为像就是潘老师，我妈，我以前一年只能吃一次素食，麦当劳吗？你把品牌讲出来了、啊。对不起。OK，B 好 ，Sorry， 那个素。就是那个快速的速，对，速食，麦逼劳，这可能听起来有逼，OK， 对，然后就是那个一年只能吃一次，哦，你一年只能吃一次哦，对，我到大学的时候，等一下你是多小的时候一年只吃一次？我到高中。哎，真的假的？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很硬欸，高一。对，三年都没错。哎、欸，那你妈妈的对于你吃的那个食物，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你妈非常会煮菜。我觉得她只是纯粹的不想我吃那些东西。对，因为我觉得薯条很好吃啊。哦。我也觉得就是汉堡很好吃啊。嗯、我也觉得可乐很爽，喝起来很好喝。嗯哼。我到大学，当我知道就是晚上我妈潘老师没有要管我吃什么的时候，嗯哼，我每天晚上。就去点一份套餐，嗯、很爽、嗯。然后，也就是那一个礼拜，我到大学，嗯、我从原本60公斤、嗯，到大一结束之后68公斤，我胖了8公斤，一年，没有半年，对，哇。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不行了，我就开始就是一直去运动，嗯、大学生嘛，一直要运动，这样子，嗯，哇，哇，那你这样其实他这样其实胖蛮多的嘞。对，没错。你是胖很多，八公斤六个月，六个月胖8公斤，六个月半年呢。对，然后其实你就一直在吃麦的，对，就是一直在吃炸的，非常爽。嗯哼。然后，但是到后来，我的身体开始告诉我自己说，这样不行，你会被自己愁死这样。然后，你就是因为你摄取很多油脂啊，对，跟就是那些就因为你知道炸的嘛，反式脂肪啊，你这样后面减肥会很难减，你知道吗？对，没错，所以其实就是那一阵子运动了非常久、嗯，我开始放学就去跑步，哦，真的啊、哦，才又变回原本的60公斤。那你算是有毅力哎，是因为又跑了半年，嘿，是吃了半年，跑了半年，那差不多了，没错。对，哇，我们下期啊，即将再来哦。我觉得我们下期节目可以，就是把主题啊，可以定在呢啊，每个人的减肥计划。就是，我跟你说，我超有感，你知道吗？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原因是因为我到大学，应该说我到21岁之前，对，我都是属于就是还算蛮瘦的一个状态，对，然后。然后我那时候的公斤大概是45到50之间，我都没有超出就是这个扣打这样，对，这个范围。可是后来真的是你开始工作的时候，对，你知道吗？你
你会发现，哎、欸，快炒真的很好吃，你懂吗？哦，你就会没错。然后重点是你工作的时候，你的那个身边的那个同事就会说，哎、欸，我跟你说，这些啊哪一些那个什么料理啊很赞啊，什么东西很棒啊，嗯，然后你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你就发现新大陆，你知道吗？对，因为以前你在家里就吃家里煮的嘛，对，对不对？然后可能就是家里煮的之外呢，可能就是哦，今天有什么就简单吃个吃一下，别人送的，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隔壁谁就是送那个蔬菜啊，你今天晚上就菜没有肉，对，没错，这样子都这样吃啊，然后就是。到了就大学，然后也不是毕业，我更没毕业。好，到了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欸，这个城市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没错，你懂吗？就是当你可以开始挥霍自己想吃的时候，那是放飞自我哎、欸，所以我才说好吃是比较出来的，真的，没错，真的。而且有些东西的时段是在晚上，没错。对呀、啊，你看炒羊肉啊，对呀、啊，就是你白天看就。没开，没开，那种酸菜白肉锅啊，我们哦，天哪，不要再说了，今天很快的又来到了我们节目最后的尾声、欸欸，已经过了，哦，已经过了，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等一下要去吃东西了，我们不要再聊天了，等一下就去吃锅，好了，不可能，我们等一下就要睡觉了。今天带来给大家最后一首歌，也是关于吃的歌，《法兰西都市》。有人生来就肆无忌惮，所有问候都成为挚爱。有人生来为一人而活，所有善意都拒于门外。共鸣产生的快感，快感横生的无奈，投胎转世的期待，最后都变成麻烦，分离摇摆的氛围，千呼万唤而珍贵，廉价的爱的一切，自恃无有的机会，竭尽全力无所谓，沆瀣一气无后悔，终将懂得爱珍贵。来发现没人陪，很开心可以来到告人的黑画面之旅第二季之睡衣派对。今天的主题是什么？过去的你都在干嘛？没错，很感谢各位哈瓜的收听，我们也爱你哦。希望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我们也能在10点这个时候在云端上面相见，跟我们一起倒数金曲，再见。1 2 3 4，谢谢大家，我们是告五人，拜拜，拜拜。